37岁艺人陈怡蓉和整形医生薛伯仁2014年传出恋情，原本预定农历年前结婚，婚事二度延宕后，现在爆出两人将在6月登记结婚，省去拍婚纱、办宴客。据说陈怡蓉婚事二度跳票，原因是因为家长认为男方没有正式提亲，不应这门婚事。也有可能是薛伯仁早已求婚成功，但因为陈怡蓉对婚事拖拉，细节迟迟无法确定。不过两人虽然尚未正式结婚，却已经入住位于台北新义计划区松平路上的亿万豪宅亚历山大，准夫妻俩更花费数百万装潢。看来虽然陈怡蓉身份证上的配偶栏依然一片空白，但准医师娘早已坐稳位置，和薛伯仁快快乐乐过着仿佛试婚一般的生活。陈怡蓉近半年来虽然没有演艺工作，但却常带着许多艺人朋友入住薛伯仁的医美诊所，显然为薛伯仁的事业注意良多。上个月男方在台中的诊所开幕，还请来钟丽缇站台，据说整个活动流程都是经过陈怡蓉点头答应，实在非常有帮扶运呢。